谢谢你们的关爱。没有，说不定有影响。对啊。有啊，你看 Cherry 可以举到这。对，你可以举到这。就是要现在就开始复健，就是怕沾染吧。好，你现在就一直在这样。你可以洗澡。洗澡都可以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要擦澡。我说出去洗头，然后自己擦澡。现在可以正常啊，就为了那个电视面膜。我就这一个礼拜都在失眠，我这一个礼拜都四五点才睡着，对啊，都不知道为什么烦躁。然后我又充当小编，来回他们的粉丝。对他们可以说，然后就会亲自回，因为我怕那个自己的同事如果有稍微有点回错的话，对不起他粉丝，所以每一个我就叫他们都不要回，然后都我再回这样。那他们有提出什么特别的提醒吗？我看你 IG 有说提醒。有，他们就是教我非常多，就是比如说，你的他们粉丝教你什么？他们就是要教我说啊，要提醒粉丝，就是现场不要带太多喂食他们的东西啊，就是因为可能粉丝都会很热情，会带很多食物给他们，但我们因为现场不能吃东西，而且如果太多会浪费，就是要提醒这个啊，然后要像妈妈一样，太超多，对他们其实嗯。很像他们经纪人，对。好像未来这秀到底自封的是量子阿姨。对，我说是量子阿姨，因为就每个人都很每天一直在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请那个原子少年来这样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没有量子阿姨，就本人是量子阿姨。”那新田学姐也会跳舞哦。我是不要再说了，小妹，她跳前跳舞过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刚刚跟他们分享说，我大学是热舞社。但你也知道大学多久了？没有，你知道没有了，很久了，刚毕业没多久。哎呦，你真的很会、欸！我有机会有一个表演，有一个作品吗？健康操都，你的复健操，你可以帮我设计吗？没有啊，不行啊，现在应该已经不会跳。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，确实是热舞社的，但他们跳得太厉害了。我就说，因为这个节目，我之前就一直很心里很有感，就是因为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，就会常常觉得说，哎、周围就是在跳舞很认真在练舞的人，但是以后到底可以干嘛？就以前真的会这样想。然后后来他们这个节目出来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每一集都有看，我就不是后面看重播，我是打从一开始每一集都有看。然后我看完，后来看到他们现在有这样成就，就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就觉得，跳舞真的就是很帅、很厉害，然后其实这个能量是很大，而且是很吸粉的，所以我就很替他们高兴。那除了他们两个之外，你最喜欢哪一位少年？哦，我最喜欢的幻君啊，跟我们的元少年啊。你也知道我们是凯沃集团，但我本来就比较喜欢他们。对，现在其实每一团我都觉得很有特色，金星啊，什么天王星，我也觉得很有特色。但我当然自己是比较喜欢，因为我们真的是认识他们很久了。然后我以前欺负他，我就很怕他的粉丝会去网络上搜出一些以前我欺负他的。他怕我欺负你，其实欺负也很照顾我，很想照顾我。先我自己讲，我超欺负他。我以前因为我们那个姐姐的频道，以前他就是会在我们当做一个吉祥物，然后后来有粉丝拿出来看，我之前有骂我吗？全部后悔，悄悄很想把影片下架。对啊，这地面是去年自己选，选什么？选址选在这里。对，地址是我选的，然后反正。到今天要折会前就大，因为他们
寄邮给他们？当然有啊，我的酬劳。对啊。应该有吧。有没有自己家可能就是稍微优惠？装马费还是要？我负责装潢。他们很帅气先生，对。那新年自己会看报表什么那些吗？都会。但我开了这一间门市之后，我尽量不要去看。我想说过一个月之后再看，因为不然我觉得压力太大了。然后我也不想要给就是门市压力，或是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放宽心，就生活还是要平衡，不然真的会太辛苦。对对对。那我觉得有门市会好很多，因为真的很多味道要现场，要现场闻。对，我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开，不然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往电商化，很少人再回门市。可是我回门市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形象概念店给别人看，这样。然后也，对啊，就是让大家可以来，然后那也才有机会请到他们。如果我都做线上活动的话，就没有办法请他们的粉丝，也不能靠近他们。对啊。是香氛控吗？我自己是，所以当初我才会创香氛品牌，因为本来就收藏。对，我本来就收藏很多，而且以前我去欧洲的时候，我是真的会另外买一个行李箱，全部装满就是欧洲那些香氛品牌，然后带回来。对，以前就是破百瓶。你之前有，但现在慢慢就陆陆续续会稍微送人啊，送妈妈啊什么，就把它送掉。但之前是有的，但现在自己创就都用自己的。那刚刚新田学姐说，就是砸了超过百万，两位少年今天当一日店长，会不会有业绩压力？有没有？没有啦，其实我们真的就希望可以推荐好的产品，对啊，然后真的其实味道，不管可能护手霜，对对对，然后干洗手，然后你喜欢蜡烛的，也喜欢扩香的，其实选择性很多，对，然后味道也都是新田学姐自己去调配的，对，然后你们可以看看现场有什么喜欢的味道，真的喜欢真的是可以购入这样，对，其实老说、对啊，其实老实说我没有觉得今天一定要有什么业绩压力、我觉得今天可以让很多就是他的粉丝也好，或是新门的年轻族群可以知道我这个品牌，我就觉得蛮好的，对啊。而且我尽量在制止，就哎，不要来太多，不要来太多，太多人了，让我很紧张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。嗯，情人节有什么计划？就刚我铁定，因为你知道做了品牌之后，香氛就是各个节庆一定是最大的档期，我根本想都不用想要出去玩或干嘛。尤其现在有门市，之前网络你还可以线上弄一弄，但现在有门市的话，也许下个礼拜的下礼拜就情人节。哎，这礼拜礼拜二，对啊，我那天说不定是要到电商支援，会找人吃吃饭或干嘛？应该不会在那一天，对啊，现在大家都不会在节日当天就是去挤人挤人了，所以有计划之后再约场度过。如果我之后自己的品牌会请大家吃饭，那两位少年干嘛笑成那样？是不是觉得我在回避什么？所以有在回避什么？对，因为我还跟我白痴。哇哦！哎，你们今天不是主动，应该主动问他们两个吗？没有问他们两个，等一下会刚刚问吗？没有，今天主要是这个，主要是香氛啊。主要是香氛，他没什么好问的。我们都，因为我们都在练习。哇，他们潜力无穷哎、欸。对，然后我们在筹备新的那个专辑。真的。没看到好漂亮的花篮哎。谁？我没有收花篮，没有收花篮，不要花钱。他要鼓励你开这个店。你说我的朋友们吗？你的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们就是都有关心。你讲那一位不在台湾？对对对。笑成他。你讲我不在台湾。对，我的好朋友都出国了，他们都去滑雪，超过分，我不能滑。欸、姐，二月底就没办法去了。没有没有，在复健一下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对啊，二月底三月可以再滑一下。有健庭很想去，等一下不是下朋友，你还有时间关心人家？哎呦，我插不下你的脚吗？我也很认真在复健，因为其实我知道那时候肌肉粘连真的拉开很多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刚才一个问他说，到底是韧带断掉比较严重，还是骨头断掉？我觉得他韧带好像比较伤，就是修复期，修复期，可修复期都一样长，所以其实对，但我骨头长好之后会更强壮，
好，加油！有啊，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就是跳舞啊，一些商演都已经可以继续进行。所以我们现在舞蹈练习的时间可能这个月才开始，所以我们压缩的时间蛮紧凑的、嗯。所以其实这一周、这个月也蛮努力在筹备这件事情。嗯，对他们很忙。那情人节要怎么过？我们其实那天有排练，其实我们这一周都有啦。我们其实从过完年之后，我们因为四月要上单，我们三月以前都要把它全部弄完，所以我们会在二月的时候在专辑上面下很多的功夫，然后也会希望有很多新的作品，然后不一样的风格，这样可以让大家看到。都在工作的，没关系，他在忙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开。你说情人对，一天有24小时，你2小时要工作吗？没有，我们早上可能等下不是你要想，你看我们没事没事，一大早对，我们一大早出门，然后见面练舞，然后中间中午大家团内吃饭，然后吃完饭回来再继续练舞，然后晚餐再吃饭，对，然后再晚餐结束完再开会，然后就回家，然后隔天就每天一样。他会问你回家哦，他们没有就回家就睡觉了，没有人等你。有啊，其实真的我妈晚上都会坐在客厅等到我回家。他有时候又会再弄点宵夜、啊、好的，你们可以给我 list， 我可以帮你们寄出去你们要送的礼物。好，这样可以这样。好，给我们团内自己交换礼物。好。那我要送这个，那我送拿不完的。很好啊。对啊。没那么多，反正那么多味道。对啊，很多味道啊。他们要什么都给他们。对。真的都给都给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情人节快乐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为什么你会那么开心？哥厉害，我很喜欢。哇，这个还不确定啊，这还不确定，但我们希望会是实体。目前有几首歌出？这个我们应该也还在看，至少3首以上，至少3首以上，可以，但会可以。干嘛？我们有消息，一定真的一定会带到副奖，因为其实是专辑嘛，专辑，因为我们团内专辑，专辑要超过30分钟，可以，应该会有，因为我们团内有其实很多会创作，常常 Max 都会创作，对，他们作品其实也都真的很棒。重点是其实不想输其他团了。啊，没输啊？来团让你压力很大吗？其实都还好啦，大家互相公平竞争啊，对不对？都还好，没有那个类型不同，所以比较不会比较了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们来，后面还要加一日电。